大家好，又有尾巴，但系我哋有尾巴不一扎。系啦，又嚟拍布丁石币啦。咁啊，今次开咧就系依幅图依一个。咁我哋买咗全套喺晒依一度，都几贵下。咁啊，最特别咧就系依两个金色币，超人六兄弟。系一样超人 seven 嘅。咁我哋睇下个底先。个底咧，但系个纹咧系唔同嘅，所以系有唔同嘅星效。同埋依一个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等监制帮我哋开晒啲胶袋之后，我哋就正式开始试声。好，咁我哋俾大家睇下啲币先。咁啊，有呢个超人七号啦，呢个应该系超人即刻，呢个就系新迪加。咁佢系九集。系，仲有呢啲阿古佬，呢个应该系 USA 超人嗰啲嚟嘅。之后再仲有呢个牙刷超人，之后仲有两个金色币嘅最贵嘅咁啊。依、这个啦，同埋依个 seven， 依个我唔知系阿 Jet 定系吉田，咁啊两个样咧就是一样嘅，都系同一个。咁睇下后边个纹同唔同先，个纹咧系完全相同嘅，即系一样星下只系唔同色。好啦，咁啊而家试下啦，咁啊第一个先啦，我哋试咗私人抽先啦。开机先，加辣椒酱。又系一顿真喉，一顿笑片。好，咁啊睇埋另外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就系特别嘅。咁啊睇埋原本版呢个先，应该都系一样声。一样声，又系一样。一样。咁我睇下个纹先，系咪一模一样？是的，个纹都是一样的，咁所以你咧就唔使买啲特别版，买啲平版就 OK 啦。好，再之后就是呢、这个唔知系吉田定系阿 Jet 啊，个头真系好难认。呢、这个咪一样咯。咁我哋所以由呢一样，所以我哋试一个啫。好，下一个，依、这个头先一系一样，所以唔试啦。下一个牙刷超人，牙刷超人，嚟执啊你！你未开家嘛？佢、认唔到，再嚟个。佢又冇支真毛添啊！行我跟啊！好，下一个，一个佳牙嘅个，唔知佳牙定系咩，太难认啦。佳牙整到个样好难认到。佳牙样特佳唔知。我特佳。好，下一个，一个太古老，呢一个咪一只蜘蛛又大只啲咯，好到最尾一个币，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。USA 超人應該是藍色眼的喎，
撕曬全部幣。咁啊，畫面都有少少新穎嘅，但係就冇開頭嗰幾個咁吸引。好，今條片嚟到一度，我哋下條片再開其他超人嘢，下次再見。拜拜。拜拜。